来了，姐啊，来了，来了。哥哥哥。哥哥哥，你叫我一声谷歌，我收下了这个小弟，那就肯定要教教你嘛，毕竟。哦，你要教我了，哦，你要开始教人了。来呗。当我的小弟好啊，当我的小弟有肉吃，至少不会像你现在这样每天三十一小时接的这么紧紧巴巴的过生活。哦，你又开始了，开始狗叫了。来来来，你就好，来来来，你就好，你就好了，来一起。姐，我打他个这个 buff 好像有魂拿的，这一把我好像有魂拿，有一说一。有啊，不是你还拿魂呗？过奖，捡魂呗。哎，小弟，你不会还在那想着捡魂慢慢发育，然后到后期才一个一个拿头吧？那肯定啊，那跟你打的话，对吧？像你这种高玩，跟你这种打得玩点套路啥的。哪一血啊？别我到时候二十分，别我到时候二十分钟差二三十个了，你还在那里打？姐一血了，一血了，哎呀，一血。运气还可以，运气还可以，还行还行。哎，这把还不错。哎，捡个一血看给你不高兴。你是不是没来啊，胡子佬？姐帮他惩戒一下。我刚刚在中路看装备呢。姐去中去中，跟我一起帮他帮他帮他推推线。来来，咱一起咱一起。走。他不打中吗？哎，怎么推线这么快了？干啥呀？你哥们儿来呗，我欢迎你们，哪像你。来个人你就玩不了了，哪个像你？那你玩呗。去中路啊，玩剑的是吧？姐吃兵就行，吃兵吃兵。哎，好吃！哎呀，姐玩的好。我大度的很呢。那你太大度了，你还人还挺大度的。姐吃兵啊。你人还挺好的嘞。你们俩玩剑的是吧？怎么定？不见啊，那过去就你们俩这点玩意儿，咱们都不发育呗，咱全部都不发育。对呀、啊，都别发育呗，多大点事儿啊！不是你们胳膊玩不过就玩这些赖的是吧？哪他妈打不过玩谁了是吧？你可别乱讲啊！你可别乱说，帮你就不乐意了。你上把不一直帮我吗？对呀、啊，帮你还不行、啊。哎，惩戒有没有姐？成个炮车玩一玩。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是吧？哎，抢我炮车抢不到吧？哎呀，哎开心哎，无所谓，一个哎呦，你看我爆三个魂。对吧？我完全不亏啊！我报三个魂呢。你就去别的路啊，虎子，别跟这两个贱人路往这他去哪？咱们去哪呗？他去哪？多大点事啊？你俩能不能玩？能不能走开啊？走不开啊，走不开，走不开。走不了，中路是我们的，我还给你让位置了呢。中路是我的，你不知道吗？我给你让位置呢。你在这买房呢，中路是你的。姐记得补刀啊。我的呀，靠你俩背了是吧？背买中路了啊。多补点炮。那么给你。不会是直接打中路啊？哎，咋了？哎，姐跟着了，走走。哎，我们也去上。走走走，转战了，转战了，转战了，走了，走了，走了。咋了？只允许你们玩脏的，我不玩你们这一套玩不行呗？啊，玩双标那一套呗。来来一起呗，一起呗。来来，走的，你这是去哪儿？要说你俩搁这叫唤啊！你们是不是有病啊？我他妈来送了你们也跟是吧？你们是不是没有家？哦，原来你们是孤儿没有家是吧？拿啥了呢？哎呀，有头有头有头！来来来！哎，我中不爆。没事啊，抢头，什么用？没事没事，就能抢抢兵了，好吧？没事没事，没事呀，就一个头嘛，对吧？没事呀，一个头嘛，给你了，给你了呗，也就能抢抢兵了。哎，人头拿不到，只会抢抢兵。接补刀啊！来看这个炮，惩戒炮车，姐，好吧？哎，玩不玩？我操，你他妈玩不玩？你回家，那我一起回吧，一起回，一起回。拉克斯是法师，拉克斯是辅助吗？拉克斯，是是是，拉克斯没救过拉克斯辅助吗？哦，拉克斯是辅助是吧？这个戒指怎么这么短浅啊？那肯定，那肯定啊！这能戒个什么呀？啊，来吧，我们看看是啊，不重要不重要。就玩那种剑呢，他有什么剑？兄弟们，咱们是 QA 还是 AQ 啊？你俩能不能确定一下到底去哪？别跟 AQ 是吧 ？AQ 是吧 ？OK 了 OK。确定不了，确定不了，确定不了。我俩就这溜溜那溜溜，你别管。不用管。对面看着都好笑嘞，我后面跟两个跟屁虫。你少管我俩了，你少管我俩，我俩愿意去哪去，你别管，你别管，你就别管。你还没看他那什么意思啊？他在搁那犯贱呢，他们两个贱人上学。姐补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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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儿，补刀补刀，真的他妈真的有毛病一样，我操！
啊，跟着他姐，跟着他呗。走，快先走了。嗯，慢慢来呗。咱们跟屁虫一样。咱们现在人头不一样的嘛，还行啊。是呀。咱的人头一样的，没事没事。一样嘛。你那个是捡的，和我这个凭实力杀的人一样吗？还帮你插个眼呢。没叫你帮忙插眼。哎，不这么能玩过呀？哎，又爆了吗？铁补刀，补刀，铁补刀，铁补刀，哎，不是他们玩过啊，这个也要逞是吧？怎么了？铁补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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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刀。有病是吧？啊，你走啊！你在上头干什么呀？你少管。那跟着他呗。走了。他来我们也来吧。跟两条狗一样，一直跟到我后面。我是一血吗，姐？哎呦，姐，我还是一血，我还加一个。咱三个头。咱三个头。一血怎么了？咱三个头还行。怎么了？这么开心？跟着我，跟着我。没见过人头是吧？哪个一血？跟没见过头啊，肯定没见过头。不要跟他犯贱啊！啊，犯贱不是你吗？真的跟有毛病呀！那我愿意去哪就去哪，他妈整的你俩逼逼了。两个人搁那犯上贱，他妈的就说我的。哎，又拿一个。对呀，先补刀，补刀，补刀。好气呀，哥们。好气。我这日头也可以，是不是？好气呀，好气呀。又爆两个。别没吃着耶。真的有毛有毛病呀！我操。怎么有毛病啊？你上。太晚了是吧？啊不，干嘛去？不是不是，你不是咋了？我学你们的呀，啊。对呀，我一直跟着你啊，我他妈跟着你，他妈瞎了眼了，他们哪去？你们起来啊！你把我搞崩了，你跑了，然后就说没一直跟着你了，啊！吃线！啊！我他妈有你这么脏吗？我操！哎呀，好蠢，姐！还是蠢是吧？好蠢，好蠢！哎，那我也回家了，一起回呗，一起回。兄弟们玩那个出什么鞋？出什么鞋？跟两条狗一样，我操！出什么鞋？出什么鞋？别急，别急。我不就两条狗吗？他妈玩他妈别的人鬼，这脏恶心人第一。拿个三步鞋吧。不是会恶心人，有什么技术啊？我操！导致穷狗穷疯了。不是先学你们的吗？你们先还恶心的呀？咋了？不知道人玩恶心了。我一直跟着你的。啊？我有你这么恶心吗？我操！啊，你没你啊，你又是抢位置的，又是来跟我抢兵的。你看我还好，我还不 A 兵。就是啊，我们还你不 A 兵，那个惩戒是咋拿？刚拿惩戒抢炮，这他妈抢狗眼睛里去了。那有毛病、啊！哎哎，上人死的好啊！你他妈除了捡两个手还有什么用？我操！死的好，死的好！不是你除了会捡两个手有什么用？你除了会送几个头还会怎么样？啊！你除了会送头，还会干嘛？那老子在前面打伤害，你到后面 K 头是吧？姐，走，走了，帮队友，姐，帮那个艾克，姐，来，帮队友，帮队友，队友还是得帮。哎，帮队友，你他妈除了过去 K 两个头，那叫帮队友啊？除了 K 头，你有什么用？杀人！哎，怎么又吓人了呀？又拿两个，哎呦！别管他了呀！啊，胡子，你别管他俩了，你去拿头啊！去上了。毛病一样，一直跟到我后面。姐，他去上了，我走，咱们去上。咱们去上。糟了！来，哎呦，你怎么在偷偷补刀呀？你这个人有福同享的呢，怎么在偷偷补刀呢？我救你！我救你！怎么能这么恶心啊？我救你！不行啊，你两条狗是好哥们儿啊！这别！他妈玩不玩到底？我操！他妈我这是打的好的，你俩非要过来恶心我是吧？哎，没有啊，没有啊，没有。他走了，那咱也回家呗。哎，走，咱俩回家。咱就他的贴身保镖呗。你们，对，我的男朋友啊，这么贱。这么贱，贱的不是你们。你们滚啊！我操，还跟。你不先贱的吗？咋了？个比贱呗。比剑是吧？我他妈帮你推线，你搁这见我是吧？啊！晚上见。滚呐！帮帮他，能不能赶紧滚？我操！滚不了呀、啊，为什么要滚？来，这边吃头。好。哎！他妈玩不玩？我操！玩呀、啊！他妈有毛病！不是在玩吗？没玩吗？你哪只眼睛看我没玩了？
回家了，他回家了，走。他能不能滚了、啊、我操。你表演一下呗，你示范一下怎么滚，我学一下。好啊。对对对。怎么这还是我示范吗？你。我九个了，你推推头呗，光辉。对吧，你上一把这么搞我的，我起不来。我看你这把，我看你能不能起来呗。你喜欢你给他装七装八装的。你杀人啊，你干嘛呢？姐可以补到啊。姐，哎，姐他不在，可以打。怎么一直跟着我？碰到了。快姐，不应该炸，不应该炸。怎么老这么高，狙击也 K 不到。没事没事没事，一个头而已，那么开心。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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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头。多大点事儿，一个头而已，一个头而已，没事。他妈这么 K 经济 K 头都拿不到这个头，什么废物？你是什么品种的废物？你别管他俩什么废物，这么喜欢跟他俩，不两见我吗？你今天是男头啊，别管他俩了。慢慢来呗，想不想不过他，硬上。慢慢来呗。来来来来，给你放个E玩一玩啊，加点速。哟，这个耶，这个可以打。来来来，可打。来，他们打，你们打。哎，我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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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我打了，你们三个人玩田中蝶呢？打了，我打了，89块钱。什么意思啊？没事，跟着他呗。追不着了。捡捡魂呗，对吧？这游戏玩的。对呀、啊，多大点事儿嘛？哎，不去不去。他妈除了会跟到我后面，你还会干嘛？我还会抢头啊！哎，好好炮车。好他妈的呀！漂亮漂亮！想吃炮车，你凭什么？他妈是不是有毛病？能不能玩到底？我操！哟，急了！急了！哟哟哟！死！呀，我没大吗？哎，漂亮，死了！下路有机会，姐，疾走一开。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有机会，有机会！他妈，你除了会开头还有啥用啊？啊？那除了没可以点头有用、啊、哎呀差一秒这光辉可能跑了，没事不然的话两个头拿了，没有，不过也还好赚的。你追一下人头啊啊大伙虎子十个了啊，慢慢来、啊、他妈的他们一直跟着我没办法呀拉菲姐。哎送人头啊，这小子趁咱们不在送人头、哎、姐补刀来了，姐吃兵吃兵吃兵，姐，我跟着你吃吧。我帮你，你怎么还去送呢？对呀、啊，啊、我傻你俩能不能别恶心人呢？啊，别玩这一套成吗？见不见啊？哎，你上一把第一把你咋不说恶心人呢？你第一把怎么不说呢？我第一把都不像你这样恶心我了。你又乐意了，那这把我们乐意，千金难买我乐意。他自己乐意着吧啊！哎，我肯定乐意，我都9-0了，我肯定乐意啊，我挺开心的这把玩的。我们可老高兴了。那点头好骄傲、哦，我操！咋了？哎，只会 K 头 K 兵的废物，哎，你们 K 谁也废物。你看那个，嗯，你说除了会 K 点头还有什么用？你除了我除了 K 点头，哎，咱不是人头局吗？不给 K 头啊？对呀、啊，不是人头局吗？怎么了、啊？人头局不 K 头，玩什么？我两个混，我操，舒服了，舒服了。他妈难怪你接30的低价，毕竟你这个技术也就配接30的低。我这技术，你这技术太高了，你技术多好呢？我不嘛，你多好呀？怎么出装呢？江大力，弄个30的单价，还能把老板跟着一块送，哎呀，真是。兄弟们怎么出装呀、啊？兄弟们，晦气到一堆去了。怎么出装？怎么出装？跟着他吗？我跟嘛。不用跟着他，他已经废了。跟着我了呀？他已经废了。你别两条狗那么喜欢跟着主人是吧？好哥们儿，帮你来了，好哥们儿，是不是两条狗那么他妈喜欢跟着主人？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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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喂啊！喂啊！救了你一命！我队友兵啊！我操！救哎！救了你一命！你在这狗叫什么东西？救你一命！你还在这狗叫？是吧？本来他死了。需要你们救了吗？他妈除了会给他有什么用？姐打野来来来，姐打野。来来。哦，就你一面，你又不乐意了。我的眼孽脏，他那么晦气。哎，真没晦气。不晦气。晦气。他妈说话说不清楚，你他妈去治一下好不好啊？有药啊？我不用药，你他妈去精神病科，精神科看一下就行了。你两个开心啊你。十个了。你俩了，你快去杀人吧！他妈两人就。我救你！我救你！我救你！别跑！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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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哎，这个人怎么这么菜啊？这也太菜了！打他呀！打他！打他呀！打他！怎么不打
呀？他是不是有病啊？你俩？你看啊，就你，你妈还你怎么送上了？你小子又在送，你怎么不打他呢？你小子，我走了，你小子又在送人头啊？啊？小子送人头是吧？你小真的好恶心、啊！我送你妈的送，我操！我送你爸的送，咋了？急了呀？急了开始骂，可能骂人了。姐，这把我是打死都不带推一个他的，他妈。OK， 你他妈除了会跟着老让他光辉推呗，这光辉多厉害，能让光辉推来？哎，急走一开。你他妈跟条狗一样跟到我后面。你有个狗厉害一会眼。我说数不清楚，他妈就去治好不好？你说话太……你别管他能不能说，他领先你十个啊！姐，我救不了你，好像。哎，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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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脆，有点脆，有点脆。你怎么又死了？哎呦！我坐着，我坐着，你扶着我可以走，还会干嘛？姐，你出肉就行了，还行。嗯，我再跟你说一遍。首先是不是你先恶心我的，我才来恶心。我乐意，哎，我恶心你，我乐意。那我不乐意，那我也挺乐意的，那乐意呗，咱俩都。这硬换呗，废物。你没死啊，废物！你二杠四的废物，为什么还在说话呀？怎么有人想吃炮车呀？不是吧，不是吧？你这个二杠四的废物，你怎么还在说话呢？我都十五个了。16分钟15个，你不着急啊？想吃炮车呀！你他妈的，你除了会玩些这种恶心的玩法，还会干嘛呀？就你那个屌技术、啊！哎，我一般不玩这种玩法，我遇到恶心的人我才玩，怎么？我本来不玩的。遇到恶心的人生之后，恶心的。哎，咱一般情况下不玩这个玩法，但是你这种恶心的狗，第一把搁这恶心我，那对不起，我要加倍的恶心的。恶心的狗还恶心的打法，太正常了。来来来，别说了，那么多没用，咱人头说话。来来来，保护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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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帮你，帮帮你，我们帮帮你，帮帮你啊！杀人，我们保护你。来来来，都哥们儿，他妈的，你俩能不能滚啊！我操，都哥们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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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来来来，帮你打了。哇，伤害好高。啊你！哎呦我天，伤害好高啊！表姐都死了，你打呀！姐可以出点肉啊！那可是对面伤害有点高了，现在。嗯。这么推的吗？伤害高了呀！这对面推的有点快了。我不晓得。这对面推的有点快，现在。心呐，你要不然我推了吧？你们也抢不过他们。得收塔了，姐。我操，推有点快了，推有点快。这么恶心啊！我操。来，这突然抢不过。我操，推有点快。贱逼。这咋办呢？快呀！我天、啊！姐不出去了，不出去了，姐出点肉。不出去。不了，两个什么成分的人能玩出这么恶心的玩法？凉了，别玩。啊！他怎么被我吓死你快点抢头啊，大虎！抢头！别杀！不杀！抢头！二 B 九技能啊！我有球，我有球，我有球！杀了，杀了，杀了！阿皮有没有技能呀？哎呀，五杀！哎呀，怎么就五杀了呢？姐五杀了、啊，怎么就五杀了呢？啊，加没了，加没了。五个头有什么用啊？哎，没事没事没事，我突。五杀没有用啊。五杀呀、啊？什么那五个头啊？啊？五杀。别，听到了这把？怎么就五杀了呢？这别的不见呀？哟，卡成电子狗了，这是。卡成电子狗了。哎呀，干什么？还行，伤害还是有点高的。Lucky姐，我的、嗯，他们两个主要是这把玩的太恶心了，一直在搞我，跟两个畜生一样。你管他呢？急了？什么？怎么回事啊？急着开始骂人了，现在。等一下，他两个跟两条哈巴狗一样跟着我。我哈巴狗在干什么？你别搞笑了，不是让他推了吧？我知道。推起你，你也拿不了，你这把也赢不了。我知道你很急。行不行？你别急，赶紧推了，你老板让你推了。他们现在这个，他们现在这个装备两个人守得住了呀。我得出个飓风姐，出个飓风。Okay. 回家卖装备了，出个小飓风。OK 嘞。他们还抢哎，拿什么和我抢？没抢到，才怎么才100多层、啊？怎么才100多层呢？
先守塔吧，不出去了，先守塔。嗯，好。哇，我好脆啊！我一天天只会抢头抢人。姐不出去，姐不出去啊！我好脆呀、啊！啊！能不能让赶紧推了呀？我操！得小心一点。为什么？游戏还没结束呢。咱们你们这样，他们玩脏的吗？玩脏的玩什么呀？哎，我追回来了一个。那没事。守塔吧，姐。没事吧 ，K 姐？等我装备起来，我就好拿头了的。他妈的，他俩只会跟着我 K B 线。怎么了呀？就是。你拿了什么起啊？啊，还有一个五杀。没蓝了，蓝没了。慢点，那是啊，伤害很高的。想吃？要不还可以，我操！想吃？想吃？嗯？想吃？我蹭 Q 你凭什么？哎，我救你，我救你，来，我救你，来！想吃？他妈的，能不能滚啊！我操！走了。我来一个轻语呗。我都会恶心的，你俩是还会干嘛？啊你鸟他哈巴狗一样跟着老子，急了。你别管他俩了，你要么让对面赶紧推了，要么去拿一头行吗？啊？轻一点来一个，妈的，打住不是很疼。嗯。他们还可以。有机会。来，拿头啊！哎呀，好事儿。还想抢？啊、我应该带个气定神闲的。阿 K 姐，他俩装备太好了、啊。我应该带个魔切的。那我一开始是他跟你说的，你别管他俩啊。做个眼泪好了。那硬是跟两条狗一样。人在塔在。嗯。人在塔在。赶紧推了吧，真的晦气死了这一把。哎。意思啊？哎，怎么又？能追上，撞到了！哎，我真、没抢过。抢啊，抢不过来！木木呀，他不是在上路吗？想抢人头啊！暴击流！哎，姐没事，看我杀他！我给你摆。哟，你杀呀！怎么他跑了？我不住刀。132层魂，23分就可是手上塔了。姐，反正咱守塔呗，有一说一，对吧？让他们追一追呗。赶紧的推了吧，守什么塔呀？有什么好守的呀？那你推呀、啊，赶紧让人家陪伴推。现在还不够啊！让人家陪伴，赶紧推啊！妈的，这么算我私人倒霉好吧？碰到你们这两个畜生。哎呦，他妈这样恶心人！第一把你们不两个不当畜生吗？当的挺爽的。对呀、啊，他妈的我不是当我哎，怎么弄你是我的事儿，他妈少恶心我。什么东西啊！哎，补刀，补刀，拿头了姐，50个翻倍是吧？听说加了个100个四倍是吧？那我得好好拿了。姐走了，就让他推吧，咱走。规矩，那个新规矩的，我妈的就会玩这些东西。这样吧，兰姐，他妈下来，君子约定啊，我也不当你们，你们也别恶心我。好、啊。啊，凭实力，本来就凭实力打的东西。凭实力打、啊，真的是狗东西玩狗套路。咋了？不是你先被自己的被咋了？被自己恶心到了？现在啊，我真的是狗东西玩狗套路。气的我都不知道你叫什么了，妈的迪奥，气死我了！哈哈哈！哎，哈哈！哎，小心！哈哈哈！哎，好事儿！哎，他怎么都……哎呀，能不能推了呀？啊！哈哈哈！哎。好好好你杀他凯伦艾维斯五杀妈的还可以是吧我操你能不不让他拿这个五杀呀好好好攀爬回了家你在干嘛呀大虎你在干什么攀爬回了炮车直接逞他给你炮车直接逞他你难不难说我攀爬回了你一个头你都不会吗不拿那个五杀都不会吗啊两个五杀加十个、啊加十个啊记好了难不难受啊他上把拿了一个咱们这一把拿两个没毛病哎呀那
是吧？没说过啊，没毛病，马上装备起来的，马上的。你可别马上，装备怎么换了？啊，超你27个头了，不是超27个了，你不急吗？兄弟们，换什么装备？不是，我是在这找你过来，用那个什么，用那个，我在这看人家恶心我了，是吧？那企划完恶心的，我的，咱就玩一玩，我的，看看怎么个事儿。我的。先放了水晶再杀人 ，OK 了。你能不能？不是，你俩能不能？姐，咱们放水晶，好吧？水晶给对面拆了，给对面拆了。哦，刚才杀的有点快了。OK， 杀点快。雪人来了。你能不能？你俩能不能闭嘴呀、啊？你咋不闭嘴呀、啊？来，我跳。你能不能快把盖伦杀了呀？别管他俩了，行不行啊？哎。来呀，怎么死了呀？有个奶妈。杀他呀！哎，抢得到吗？哎你拿着有钱呀！我操，他俩，哎，拿这个呀！能不能？死了呀！破呀！啊！帅啊 ！Triple Q！ 被他两个柱子害死了！我操！被抢了一个姐，被抢了。没事，气死我了！不是，那个丁，那个丁，下把君子决定行吧？我们也不恶心你，你也别恶心我们，烦不烦？不好意思，我不是君子啊，我是小女子，小为女人和小女子，为女子少他妈搁这拽，少搁丢人现眼了，行吗？他妈知道什么用意思吗？你就用啊，别搁这丢人现眼了。为女子和小人难养也，我可不是君子啊。捡魂，少搁这拽，收集魂，什么意思吗？捡魂。啊，怎么吉利呀？少搁这拽钱了，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他妈的还小女子，我看他妈两个小人才对吧？小人啊。那你第一把你又是抢位置又是脏兵的，我都没说什么了，咋这把我们也这么玩，怎么你又不乐意了啊？那咋的，一人一把不行了吗？一人一把咋，你技术你不敢啊？一人一把31把不敢了是吧？哎呀，我就31把。哎，你管我敢不敢呢、啊、姐，咱们走，咱们让他破高地没事守塔。反正我都不带推的，我都不带，而且不用杀人，让他破高地，姐，让他破高地，你给对面吓到了，姐。啊，你给对面吓到了。你杀了，杀了他呀！哎，你怎么能让他杀到了？我哎，我操，这伤害好多。姐，我伤害不够啊，我装备那么好，他妈的还可以，我操！哦呀！他妈还推是吧？我操！不是，不上，不上，不上！盖伦上，走了，起走一开，听见没？姐，看，你去把盖伦杀了呀！哎，我看能不能追上他。我再去。哎呀！让你杀了盖伦，你在后面老奶奶过马路呢，你搁那。姐，3个5杀啊！有魂！我操，这魂捡的！哇！哇，这太爽了！哎呀，3个5杀了哟！3个5杀了啊！3个5杀了。妈的，你能不能闭嘴呀、啊？我操！哎呀，你们急了。3个5杀了。你们急了，三个五杀。哎，又没吃到。3个就3个，他们没能得，他们打不出来技术就会靠恶心人的。那下一把正常打，我打你个30个。30个。啊，行啊。那这一把你能过得去吧？这把你塔又推不了，投也投不了。哎呦，对不对？气死了！哎呦，还 K， 我操！看一下光辉啊，3-5-22，3-5-22。别跑车了，你能不能去 K 个头啊 ？K 头啊，赶紧的 K 啊！没执照超级兵哟、哦，怎么办呀？啊？来，嗯。怎么办？我靠，200层魂了！200层魂了，太吓人了！他妈能不能滚啊你俩？能不能滚啊你？滚不了啊！能不能滚啊你？你表演一下呗！哎，你表演一把，表演一把，我学一下。我好笑哦！你表演吧，表演。杀他呀！我给你控那儿了。我操！那你怎么死了？这就死了。老皮姐，他伤害太高了。那你杀这个行吧？哎，好杀！好贼呀！我都进不来了，人家 K 了。
又是五杀，我真是。他们不是五杀的。没事，我们三个五杀，姐一定要记好。你现在追求他们不是五杀了是吧？啊，我们42个头了哟。42个了。42个头了哟。马上翻倍啊！再杀8个，再杀8个，翻倍了哟。他妈的你俩能不能闭嘴？读的会狗叫会干嘛？今天就给你好好上一课啊！喜欢恶心。能不能闭嘴呀？怎么？他们下一把能不能好好打、啊？别下一把了，这一把高低给你整个，别急啊！别下一把，来继续 K。不用，我不 K， 你先把这一把难关过了啊！下一把的话，别急，下把不急啊。别动，别动！你让他赶紧拆了吧，那就是装备也不如他。拆呗，要怎么回事？吃不着，好难受哦。可是我们42个，慢慢打呗。这游戏咱们对吧？咱游戏得笑着玩。不是他怎么能抽你39个头啊？啊！3-5，他俩前期一直在恶心我，一直在抢我经济，我然后把经济 K 起来了。那你后面 K 不起来吗？你玩个马克思，他不能说哥吗？擦个眼喽！他玩个这个狗英雄，我操！他玩个这个狗英雄，一般不玩，一般不玩。你玩你恶心到我了，我得玩一本啊！本来不玩。除了玩这种狗英雄，还玩什么？本来靠我实力，应该肯定能打爆你的。你非要来恶心我，那对，那来呗。不想回了，比比。那快，你快下来把拿谁打爆？快！别在这狗叫！求求你，赶快玩好正常英雄和我比好不好？正常英雄。那先把什么狗叫？那行啊，那先这一把先过了呗，把这一把难关过了呗。啊！对呀、啊，哈，来！他妈的，这真的跟有病一样！他以为我其他英雄没塞纳杀得快，只是塞纳这个英雄的可以无限成长，好杀，而我其他英雄杀得可快。打他！打死！杀他呀！我全打残了。我 K 了。打我！我操！他怎么也能 K 到呀？你 K 他的呀？没事，我在扭技能，我在扭技能。来宰了宰了宰宰了，他一下杀他了，我 K 到了，我 K 到了，我操，距离不够长呀、啊，我这好短、啊。他妈的，你除了会 K 头还会干嘛？你俩？给你这小子 K 了几个？怎么地？嗯。等我装备起来了，你们拿什么 K 啊？K 了几个？那你装备什么时候能起来啊？我得换。哎呦，操！家人们，这门牙都没血了，血都没了，门牙。嗯。我得换个装备了，讲道理，我得换个装备，我看看怎么个说法。你就说能不能追回来吧。羊刀，绝对能的，绝对可以，绝对可以。你要说追不回来，我都不想守这个破家了。羊刀给谁了？这个装备怎么换嘞？有一说一啊。不是，怎么能超那么多？哎，咋了？还要给我带个套子？超了将近30多个头，你。吃冰啊，发育啊，245层魂还行吗？我在吃、哎、我马上就省了，我马上就省了。姐不熟，姐不熟，姐咱不熟，让他推，没事。哎、推了吧，那你去推、啊，别打他，让他推了吧。啊，我俩干嘛？你去推啊，没拦着你啊，你去啊。啊，叫你，我真他妈今天坐着不想骂你，我跟你说。哦呦，光辉伤害起来了、哎、我现在还没有完全体，还没完全体。妈的，我装备起来了，有你俩什么事啊？套套头，不求求你了。一个暴击，两个暴击，我44个了耶，还有3个5杀耶。啊，他妈让你前面几个怎么样？除了会 K 点头，还会干嘛？不要养我，装备起来了不是随便穿的。3个5杀耶！我操！哎，就他妈3个5杀，你别弄得跟他们没见过什么世面一样，行不行？你上辈子没见过一个暴击，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五个暴击，怎么办呀？你怎么急了呀？哎呦，出魂有点多了，现在光辉现在双黑，光辉到25层出了，还差50个哟！他妈那又怎么样？还差50个呀！你们会狗叫又干嘛？我就凭这一波抢不到。50个哟！你管他干什么呀？你赶紧把他拉出杀了吧！没他。啊！这都没抢到。哎呀，怎么办呀？你差50个耶！那个姐，你可以给对面送，没事。你姐上把只赢35个耶，可是你马上要输翻倍了哟，怎么办嘛？怎么办嘛？那还不是你们俩玩剑呢？除了会玩剑的，除了会玩剑的还会玩谁？有种下把正常比一下。
你就说杀没杀吧，嗯，你就说抄没抄你吧，你就说因为你五十个吧，还要换坑破坏五十个吧，你就说嘛，啊，他妈敢不敢正常玩？你看我随不随便抄你？别正常玩了，我现在他妈什么都不会，啊，我把卖了。你别跟他吵了，你要去杀人呢，你带着他干什么呀？青鱼一千五，姐，我再杀呀，我已经跟已经在经历跟了。我将拯救所有。来，你。那马云那点虫可不得了了，不会吧，不会吧？哎呀，光辉伤害也起来了，好不好玩呀，嗯？还玩不玩啊？下次还玩吗？我得杀人。你们能不能闭嘴呀，啊？别那么犯贱了，行吗？他们玩的我牙齿都掉呀！哎呀，又杀人了哟，不好意思哟。玩的有些还会狗叫，还杀人了哟。我们差五个就翻倍了哟，不好意思哟。马上翻倍，姐。再杀人啊！哎，别让他杀了呀！你 K 不过他啊！四十六个姐，四十哎，高地很好，闹清军线呗。真是。青哥小兵线。玩吗？玩脏的好玩吗？嗯，好不好玩呀？别他妈叫了！一个人脏的，你妈的，一张嘴就会叫的是吧？啊！来来来来来，问你好不好玩嘛？好玩，爱玩，行了吧？行，可以，啊，你下次接着玩啊。没事，他妈大白菜把两个人一起建嘛，我有什么呀？他们这把刚吃个屎啊，你们那么臭！你进呗，进呗，你该进进啊。好笑哦。那这把我们就慢慢玩呗，是吧？他妈嘴巴，你们是不是刚吃过屎啊？这么喜欢狗叫？你怎么这么恶臭啊？急了呀！他妈有你恶臭吗？我操！除了狗叫，除了 K 头，除了 K 边，会干嘛 ？B 技术没有。有点着急了，看得出来。反正就守呗，无所谓。装备怎么都说好？打他呀！你快点打团呀！还要换成破败，啊，拿人头啊！哎呦，真是笑死了咯 ！OK， 完全体，完全体，完全体。反正我心情挺好的。哎，真是他妈能不能闭嘴呀，啊？那是好事。不是他怎么又能杀人了呀？这五十杀五杀翻倍！哎，别让这五杀我抢他的呀！那是哎，五杀翻倍！意思啊，五杀！怎么突然都是傻逼一下，会干嘛？五杀加个抢了吧？四个五杀加五杀加五十杀！哎呀，翻倍了，翻倍了！不好意思啊。280层。不是跟着你抢了吗？啊，你听不到我说话吗？你听不见吗？你聋了吗？说话呀！你听不到我让你去抢吗？翻倍了啊！哟，天哪，喜欢玩脏的是吧？啊啊，喜欢玩脏的！妈的，你能不能闭嘴？哎呦，不好意思哦，你管不了我哟。翻倍了，没关系啊，喂。慢慢来。